但其实我给东京人贺喜啊，这贺喜人比较专业，顶上都绑的钱呢。这是来俩了呗？俩了，我这来了第一天，我死了。来一个，顶上绑一个。恭请新娘出阁。大家好啊，来到丹东宽甸的红石喇子，今天咱们一起记录一下大山深处的这个纯中式婚礼啊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有，那带条不一样的。嗯，啊，我都弄板凳的。不是，都干什么带花的？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。耶，老板，今儿这个会场场面挺大呀。啊，这挺大，干了好几天，干好几天就大了两天。我特别好奇，咱这个会场要租一下多少钱？嗯，他这个3万多块钱。3万多块钱，就是都包括什么？包括演员、摄影、摄像。啊、然后大件、大屏都包括了啊。嗯，咱今儿的衣服风格好像和以前不一样啊。今天是中式婚礼，就得为中式准备服装，就特制的呗。啊，特制。你说咱这个中式婚礼和你平时主持婚礼风格上有什么不同？那不同大了，区别也大了。现在就是它的词汇也不一样，啊、你看会场的风格它也不一样。赤诚之心，再请新娘。
有决心，请如意娇妻入华堂，迎来天上火，聚成火一盆。新娘从此过，步步生红运。新娘跨火盆。参加一次中式婚礼哈，就相当于接受一次传统文化的一个洗礼，让我感觉就是特别震撼，不禁感叹哈，中华民族的伟大。开席了哈，今天的婚宴呢是由丹东的贺师傅主理，每桌是500元。开吃。这个带个花，这是多少朵？60多，也不少。